获得了做母亲的喜乐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我们今天庆祝中华圣母，那我们看看我们对圣母的认识有多少，圣母出现的也很多很多的方式，我们也听过了，有路的圣母，有法蒂玛圣母，有瓜达洛佩圣母，有中华圣母，十三圣母，我们有没有大平林圣母？圣母出现不同的方式，为了陪伴我们人在不同的生活状况的时候，他陪伴着我们，像他以前门徒们在痛苦中，他也在他们中间陪伴着他们。我们祈求天上的我们的母亲继续照顾我们，照顾整个的教会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咸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拣选了玛利亚做你圣子的母亲，也使她做我们的母亲，求你引她的代祷降服我中华，依照人民恩赐国泰民安，五谷丰登，使全国同胞都能认识你、孝爱你、侍奉你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阿们。恭读宗徒大事录。那时，宗徒们从名叫橄榄的山上回了耶路撒冷。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，有一安息日的路程。他们进了城，就上了那座他们所居住的楼房，在那里有伯铎、若望、雅各、安德、腓力、多默、路茂、马窦、阿尔斐的儿子雅各、热诚者西满及雅各的兄弟犹达，这些人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
和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专务祈祷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。上主的仆人，请同声赞颂，赞颂上主的名，从日出到日落。愿上主的名受赞美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。上主超越列国万邦，他的光荣凌驾穹苍，谁能与上主我们的天主相比？他从高天俯视诸天和大地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。他把软弱的人从尘埃里救起，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，使他们与公卿同席，与民间的近身并坐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玛利亚，你是我们教会的荣耀，你是我们民族的光荣，你给我们带来了喜乐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。天主与你们同在，与您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，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，还有克洛巴的妻子玛丽和玛丽德莲。耶稣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这就是你的儿子。”然后又对那门徒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母亲。”从那时起，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主平安。昨天分享了造访天堂。昨天所分享的就是从遇到车祸的那个牧师，他的痛苦、他的经验与这些来拜访他的。但是他受了车祸，不只是影响他自己，也影响了他的家庭。他的妻子是非常非常的痛苦。他的妻子在学校是代理老师，他在还在教书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的讯息，马上放下他的课程，他的那个那时候是在教书的，有另外一个老师来替代他，马上到他丈夫所发生的这些事情，跑到医院，跑到了医院以后呢，还在要处理，因为这个车祸是谁撞了他的车，以后呢要去告了什么的，他要去处理这些事情。除了这个呢，他还要照顾三个孩子，两个是双胞胎，还有他们这双胞胎的姐姐，
以后还有他们这房子要付的那个贷款，现在呢还有他先生在医院放大的这个费用，这个经费，他也要照顾他自己的心。看到这个女人，他的妻子，事情发生的非常非常的多的事情，他要处理，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下来，一滴眼泪没有流下来。他非常非常的勇敢，非常的清楚，我现在呢我要做这个，以后呢我还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虽然是看到说他有乱掉了，但是他非常的冷静的去面对这些的。本来他是软弱的，遇到这样的痛苦，这样的难大事情的时候，他变成是非常的勇敢，非常的有非常大的一个力量。有一天他去麦当劳，就是 drive through， 他是在那边要讲话，说我要点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他就把他的车窗就拿下来了，拿了下来以后呢，他就把它关掉，关了以后呢，他在车上就开始在那边大喊，哇，你看他打的那个车子的那个方向盘，打了旁边的椅子，发泄他的痛苦。但是发泄了一下下，还觉得我还要继续往前，要继续去面对这些事情，要继续去处理。孩子们也是需要我去照顾，在孩子面前，我要显得是强有力的，我不会在孩子面前要显示我的软弱，因为现在呢，孩子就要得到的就是给他们的一个支持，一个鼓励。到了先生那里，他也要鼓励先生说，你要站下去，你要站住，你不要放弃。看到他变成非常的勇敢，坚持有这样的一股力量，陪伴着他，带领着他。在今天我们庆祝的是中华圣母。福音我们所听到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站在十字架旁。有哪一个母亲看到孩子这个样子的，他就说，哎，耶稣站了，你很棒？不会，心里面也应该是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痛苦。但是圣经里面呢，没有告诉过我们圣母大哭，没有告诉我们说圣母掉下一滴眼泪，没有。我们看到的圣母是坚强的一个女人。当耶稣被埋葬了，门徒们非常的痛苦、难过、紧张的时候，圣母在他们中间，也带给他们一个宁静，带给他们就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。虽然我相信圣母自己也应该有紧张、害怕、痛苦的。那圣母她的痛苦不只是在那时候，应该是继续到现在。我们在网络上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的新闻，圣母掉眼泪，但是她所掉的眼泪是血泪，他掉的血泪。圣母还到现在还在痛苦中，虽然他面对这些的痛苦，他还是很坚强。他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中，看到人需要鼓励，他显现在路德，那时候有大战，在法蒂玛也是一样的。人面对这样的痛苦的时候，他也出现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坚强。在我们大中华民族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可能我们看看我们的那个状况，我们生活的状况也动荡不安，
但是圣母也在这里，中华圣母，她不只是我们在台湾这里的，在中国大陆，在澳门，在香港，在国外的所有的华人，她是陪伴着我们，我们不要怕，我们有同一个母亲，同一个母亲在陪伴着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感谢，我们不要怕，母亲陪伴着我们，我们有天上的母亲陪伴着我们。那在今天，明天是我们母亲节，我也要祝福母亲们，我相信所有的母亲们就是勇敢，非常的勇敢的，在任何的痛苦当中，他们应该会站起来的，他们不会显示出他们的软弱。母亲们，母亲节快乐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全神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生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存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支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旅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
求你显